月十五日，何洁清空了自己的微博，并发文称，清零之后的第一篇想留给爱着我的你们。怼粉丝被热搜后，有人说我不珍惜，我想多说多错，不如留白倾听。你们写下的每个字我都会认真阅读，让我们相互以爱回向，并鼓励网友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不能被恶魔带走，战胜它之后你会活得更精彩，加油。言语之中是满满的力量，十分暖心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